我们啊，这一集哦，看有没有200只蚊子啊？好多蚊子的，大概48076只，82/1/82的蚊子。然后我们历尽千辛万阻，终于下山。现在背景看到的是体育场，然后军训。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刚刚稍微洗过，然后你会看到里面呢。这个里面你看到这个沙沙的，这是里面哦，那这个娃娃是我放的啊，然后这是什么儿童新乐园，不是，反正就很好笑的东西。然后我没有写啊，我有买一些纸进去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好，是这样子。那到时候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里面的东西要寄给同学，我再跟大家联络。好，就这样。